Hello kids, this is Uncle Wilson, 蟲蟲哥哥。啱啱嘅片頭呢，其實已經俾咗個提示大家，究竟我今日係會串啲乜嘢嘅字。Uncle Wilson, 自大蟲，請問你有咩問題啊？我一個人可以食十個雪糕啊！自大蟲，記住哦，任何嘅食物只要食得太多呢，其實對身體都冇好處㗎，尤其係雪糕啦、薯片啦、薯條啦，呢一類嘅零食更加係會令到我哋會肥噶。好啦，翻返嚟，今日要教大家嘅字其實就係 eyes。Uncle Wilson， 你之前咪算過 eye 咯，眼睛 E Y E 啊嘛。倒蛋蟲，係啊，之前我哋串過眼睛咧就係 E Y E I。兩隻眼睛就是 eyes， 但是今天我們要串的是 eyes， 是 I-C-E eyes， 我們立刻看看怎麼串吧。 Speedy spelling， let's go。 各位小朋友，知不知道今天 Uncle Wilson 的白板和以往有什麼不同呢？給你3秒你想想看看。是啦，今天 Uncle Wilson 的白板呢是大塊了的，不是因為 Uncle Wilson 多了錢 ，OK， 所以買到塊大啲嘅白板，是因為 Uncle Wilson 之前傻豬豬唔記得攞塊大嘅白板出嚟用啦。咁我哋有塊大嘅白板，我哋睇下依個 eyes 點樣串啦。好，圖片你見到有一個雪糕，哇！呢個雪糕有三個嘅雪糕球，好豐富喎。咁呢個嘅雪糕點樣可以幫到我哋串 eyes 呢？第一步，我哋由下面最底朱古力味嘅雪糕开始画。哇！呢个朱古力味嘅雪糕配埋个桶，唔知道小朋友知唔知道呢个乜嘢 letter 咧？就系 letter I。好啦，我哋已经画完第一个嘅雪糕球啦，接下嚟我哋就画第二個雪糕球啦。第二個雪糕球點樣畫呢？呢一個咧係一個士多啤梨味嘅雪糕球喎。哦，呢個係乜嘢嘅 letter 啊？哦，我知啦，係 letter C。好，第一個 letter I， 第二個 letter C。咁而最尾一個 letter 係乜嘢咧？哇！呢個睇落去咧，好似一個芝麻味嘅雪糕，最尾一個 letter。哇！原來就係 letter E。哇！咁快我哋就已經畫好咗 eyes 嘅三個英文字母啦。等我哋寫翻出嚟先。第一個英文字母就係第一個雪糕球，連埋個朱古力雪糕，就係 I。第二個雪糕球就是一個打側了的 letter C， 而最尾呢一個嘅雪糕球就是芝麻味的 E，I C E 就是我哋今天要學的 eyes 啦。識得串 eyes 其實是很有用的喎。我哋睇翻 status 入邊咧，有啲字我哋識得串 eyes 就很容易串到噶啦。第一個就是Rice， 飯啊，飯我哋知道 R beginning sound， R 再加雪糕 I C E， 咁就組成咗 rice。第二個就係老鼠，好多隻老鼠。我知，係 mouse， 唔係啊，自大蟲。是 mice， 複數的老鼠多過一隻、兩隻、三隻、四隻、五隻、六隻、七隻、八隻、九隻、十隻以上的全部都是 mice。 那我們知道 beginning sound 是 M， 跟住就是雪糕 ICE MICE 就是 mice 啦。另外 status 入面還有 nice beginning sound NNICE， 還有 ice cream 都有 ice 的喔，甚至乎還有一個字juice， 可能你覺得 juice 都不是 ice 的音，為什麼會有 ice 啊？下次我再告訴你。如果喜歡 Uncle Wilson 的影片，可以 like 和 share，
如果有咩字想学，都可以 comment 话我知噶。最紧要就系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拜拜。